Hello，今天呢，我会用我的手机和一个气球编一个魔术。我先用到的是气球，可以看一下，是一个完好无损的气球。OK， 我先把它吹起来。OK， 很普通的气球。然后用到的是我的手机，下一步呢，我会把我的手机放到这个气球里面。 OK， 三秒钟，跟我一起数，一、二、三，可以看一下手机在气球里面。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气球里面长什么样子，所以说现在呢，我会用我的手机照一张相。 OK， OK， 照一张相。把手机从气球里拿出来，唯一办法是要把气球给弄破。首先我会把它吹起来。OK，然后现在用到的是的刀子。 OK， 要把它扎破。 OK， 看一下。 OK， 好，首先现在我要把刚才照的像掉出来，这就是气球里面的样子。好，谢谢大家。